张学润今日经传喺内地离世，终年59岁。除咗系星级形象指导之外，鸟鸟亦因为外表神似陈冠希，旧爱谢子伟广为人知。谢子伟更因而被称为女版鸟鸟。鸟鸟2011年曾经否认同谢子伟似样，自嘲又老又冇头发，又大赞谢子伟单纯冇居心。鸟鸟喺2021年重提壮样一事，笑言同谢子伟唔似样好耐，更只好想似谢子伟咁发达。讲到谢子伟疑似整容同埋整身材，鸟鸟就认为有男人瘦落就冇问题。